他现在还在那边吗？他没有在。他去哪里了？改行业了。做什么去？现在做食品了。放着公务员不做，跑来卖鸡排。哎呀，放着公务员不做，你这话说错了。哈哈，满意就是做公务员一样的。扭料还没事啊？啊？一年卖不了几台有什么？